先可以看看我桌上的这一个其实它在故宫的时候呢，它是一个餐垫啊。那我想呢，如果在这样的餐垫上用餐呢，感觉上一定是很特别的。不过呢，像这么美的一个赤壁赋呢，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可贵啊。那我们的故宫呢，最近刚好在展赤壁，如果各位爱画的菩萨们有因缘的话，可以到故宫去，那收藏一点赤壁赋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东西啊。因为现在的整个台湾呢，因为电影赤壁的关系，所以所有的整个风潮呢，整个都带入一种很三国、很赤壁的一个味道。那各位可以看到呢，其实呢，有时候在读赤壁赋的时候，真的非常的感佩这个苏轼，就是苏东坡，他的才华、他的才气啊，那个才华洋溢的感觉啊。那我常常在这个上面呢焚香啊，我把香炉摆在这上面，那一边焚香中呢，就一边读一读这个赤壁赋啊。那苏轼在这边提到的点点在赤壁上的种种感觉啊，都会觉得很感动啊。觉得我有时候一边在山晚上在山上散步啊，那一边看着明月，那也会一边念着苏东坡《赤壁赋》里面的这个内容啊，像他这边所提到的啊，戊戌之秋，七月既望啊，那苏子一客，泛舟于赤壁之上啊。然后他说呢，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啊。其实这样的一个意境呢，真的是很好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也跟很多爱花的菩萨们大家分享，其实中国的诗词真的是很美啊。那我们要多多的去读一读这些诗啊。除了平常我们很深入经藏啊，读佛典以外呢，其实这些诗也是非常的好的啊。那今天早上我还跟我们几个老师一起在分享，我说我们家的一些小朋友呢，还没有读小学，才读幼稚园而已啊。那有时候我回到我的娘家呢，他们就两只小手放在后面啊，然后摇头晃脑的，然后念好多的古诗给我听啊，我都觉得很感动啊。小小的年纪，那其实也要珍惜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啊，让他们从小在这个诗中长大。那当你随时呢都能够去感受到这个诗的意境跟感觉。好，这样子很美的一个赤壁赋上面呢，我们可以做各种各式各样的搭配啊。比如说各位可以看到呢，我的手上还有一片这样小小的这个杯垫啊，这个杯垫它上面也是写的赤壁赋，然后也是写的赤壁赋最有名的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啊。那这样子把它摆在家里啊，其实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境教啊。那我今天就有这样的一个意境呢，我再放一个这样的一个白色的这样的一个小瓶子啊。然后呢我想这个感觉呢，即使你平常不插花，或者说你偶尔有一朵的玫瑰花，你就把它往上插啊，或者你有一朵的素心兰啊，你也可以往这个瓶子上插，那这样的一个意境呢就很好了啊。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有一只这样小小的兰花，我不要很刻意一定找什么花啊，像我这样子插进去呢，我想这样的一个空间跟感觉就是很好了。那但是呢，我今天配合这个赤壁赋里面他讲的点点滴滴啊，那讲到他们在赤壁上的这种感觉呢啊，像苏轼在这边说的啊，众一苇之所如，凌万顷之茫然啊，像这样一个意境啊，那我们来插一点点跟赤壁有关的一个感觉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还有一只这样小小的一只松啊，所以呢我把它这只松呢轻轻地跨过这个赤壁赋啊，然后很刻意的去强调这个赤壁赋的这种美感啊。好，那我把它呢稍微的修剪一下下啊，让这个感觉更少一些些。那有时候我们在插小座的时候呢，如果松针太长呢，我们可以稍微把它拿掉一点点啊，然后我们有时候也可以把这个松针呢再稍微剪短一些些啊。那有时候我们可以用一支像这样的一个小剪刀哈。那这个松针呢，我让它尾端再少一些些，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瓶呢它很小啊，所以呢我就让它剪下来再少一点点啊。那我们说呢其实古人说呢借草犯松穴，焚香看稻书啊，所以有时候呢这个松呢我们
感觉上他好像空山松子落啊，就是那个松呢，有时候是好像是一种大自然中的一种饮食的感觉哈。那很多人说餐风饮宿呢，其实跟这个松呢也有一点点的关系哈。好，我让它有一点点的曲度。好，然后呢，我把它轻轻的折一下下。希望它是很简约的感觉，其实松本身是很脆的哈，但是我希望它的弧度是有一点点的啊，轻轻的一个弧度哈，让它在感觉上一点点的角度的感觉。好，我再轻轻的折一下下啊，有时候呢你不能用折的，要轻轻的用扭的方式啊，把它扭一下下啊，让它一点点弧度的感觉。好，再把它剪掉一些些。那各位爱花的菩萨可以看到呢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插这个松的时候呢，因为我想说不要再给它上铁丝了，让它很自然的一个意境哈。好，但是那好像还有一点点高，好，我再把它扭一下下哈。好，那像这样的瓶呢，我们再加上一朵的花啊。好，那这样的一个白瓶子，小小的一个白瓶子啊，我把它移一下下啊，让这个角度呢看起来比较不会遮住我的感觉啊。好，我们挪一下下啊，其实都可以做很多的变化。好，我在这边加一个小杯子啊，因为我舍不得把这个杯子压在这个赤壁赋上面啊。那所以呢，真的像《赤壁赋》里面说的哈，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沉深，目遇之而为色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乃造物者无尽之宝藏也。所以我想呢，山间的明月跟自然的清风呢，它是真的是无尽的宝藏啊。但是呢，其实虽然说这些是无尽的宝藏，但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清净自信的光明。那跟一个慈悲心、感恩的心啊，更是无尽的保障。那今天很简单的借由《赤壁赋》这样的一个内容，那感觉很符合现代的潮流啊，很符合现在台湾啊整个那种很山国、很赤壁的感觉啊。然后做一个这样的作品啊，那期待你也可以试试看啊。那愿此香华遍满十方，供养三宝，护法龙天，普熏众生。共入佛智，阿弥陀佛。弘扬佛法利众生，不论昼夜转法轮，开启生命电视台，佛陀教义广推行。各位生命菩萨，阿弥陀佛。佛要我们弘扬佛法利益众生，弘扬佛法叫大转法轮。生命电视台24小时用卫星电脑在全世界大转法轮，所以各位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，也要让生命电视台大转法轮，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那么弘法以外还要利益众生，那利益众生呢，各位叫放生、布施、超度、施食，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。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圆满生命。阿弥陀佛。
护持证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电视台。